佛门教孝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要来实践孝道、报孝亲恩、超荐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我们佛教会就是秉持着龙德上师、慈悲利众的一个精神哦，那特别的在每年的中原普施盂兰盆法会的期间来举办这样子盛大的法会，那用这样子多元的方式来呈现一场普渡法会，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带动大众们直见孝道，然后让佛法入心。那我来了这边30年以后，我自己得到最大的感应就是，我的生活上其实遇到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这边很棒。今天我们佛教会提供了千份的蔬食，以及两道就是美味可口的蔬食小点，然后为的都是要让大家可以品尝到美味的蔬食，以及能够体会到蔬食的美好。中华大悲法藏佛教会对我们地方上来讲，更是有重大的意义。那我们这边总共有9个里的一些边缘户的物资上的资源，让他们在这样子一个日子都能够平安顺利。在此谨代表市长感谢我们中华大悲法藏佛教会的辛苦的付出。